螃蟹果粉倒进油锅里，三两下起锅，通红酥脆，用的是石鲟，要炸过再炒。石鲟炸了哦，它比较脆度比较好啦，肉也比较不会说跑掉了，炒过不一样的口感啦。刀背拍两下，蟹钳拍出裂缝，清蒸冷盘上桌就够鲜。万里蟹产季到，鲜蟹宴席开80桌，两天就抢光。大约30位工作人员凌晨3点来备料，三点蟹、花蟹、石鲟，一共380斤，准备澎湃上桌。水箱里备好400斤万里蟹，火跳跳三点蟹倒到大桌上。工作人员快手分装，一袋2斤，大约8只。万里蟹福袋限量200份，明明中午才开卖，民众早早排队开抢。头上4点从新竹出发来卡位。我们昨天晚上9点嘞，就9点多就来了。先卡位。对啊，先卡位啊，很大只，很新鲜，现捞的啊。因为你去吃餐厅吃，可能都要3-4千。排队民众在港边绕了好几圈，抢便宜买万里蟹，要在秋蟹季节大啖鲜美滋味。三新闻在这。记者陈淑明，SNS小组新北报道。